看到真人睡得翻天。我觉得这是恩师哦，女儿宅度假酒店。然后现在就是我喜欢的那种木系的体系吧，乡村那种感觉。然后这边好的是有露台，那两张椅子。然后为什么是对着那个方向呢？很简单，因为那边有很美很美的风景，哦，是我喜欢的，好山好水啊。那个对面就是恩师大峡谷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来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看起来就是有点像那个水晶山嘞，然后它的石壁也是这样子很陡直的。我知道我在讲废话 ，OK。然后那边呢，不到2000米左右啦。然后我们等下会坐缆车上去走，全长大概是8公里左右。然后讲来拍照啊，知道啦，我们爱乱拍照的嘛，就大概走2-3个小时左右啦。然后就走上去了过后，才知道到底有多美。所以晚点呢，再跟大家分享。